给你们带黄瓜解暑，你们老不懂啊！吃黄中午大中午的，给你们来第一波先吃黄瓜，你们都不吃了，是不是吃饱了？那么应该是啊，这一届没出来的吗？没吃到吃了，出来的吃个撑了。哎呀，老派，你不吃算了啊！哦，你不抱我了，梦神，你又卖萌，你又开始卖萌。我的天，你又开始卖萌，我给你拿马蹄来。我在下面有马蹄，我跟你说。啊，下面有马蹄，我给你拿马蹄。他就是，他又开始在卖萌了，家人们，他又在卖萌。他说必须要给他吃点其他的。他又在卖萌哎，又在卖萌了。小拍拍，看到没有啊？大拍拍。马蹄他喜欢吃，来再吃一个。哦，赶紧塞起来吃，拿着吃。梦神就这样子啊，梦神你看，梦神抱你两三个吃，我就说你嘛，哎呦天哪，顽皮鬼。梦神很乖的，梦神可以摸的。我不摸你，你别看我，我又不我说你可以摸，我又不摸你，是不是嘛？我又不摸你，老太太，啊，不能老喊老太太，要喊老佛爷，是不是？老佛爷，你要现在吃你的火龙果呢，还是一会儿吃啊？咱们姐姐给你买的火龙果，要吃先吃点黄瓜，是不是？哦，老佛爷今天不错哟，老佛爷今天还干黄瓜哦，还知道大中午的干点黄瓜来解解暑啊，他还不吐皮，你看到没有？其他猴把那个皮吐在那里，人家梦神都吐皮，他都不吐皮，你看到没？啊，今天子妈很给力啊，知道黄瓜解暑，大中午吃黄瓜可以啊。这个天气，不，你看人家，人家这个子妈啊，这个太后还是吃好吃的了，太后还是吃这个黄瓜，她知道可以解解暑啊，哎，吃的好香。带这些来，他可以吃一吃。没事，我们带过来的，慢慢就是他们不吃的，给其他去喂一喂就行。啊，当然来到直播间的没点关注的点关注。他还想吃，我就等他吃一下。一会儿美美就在这附近，好多猴都没出来，老马一家。你看大公主在那里坐着打瞌睡啊，大公主在打瞌睡，看到没？来，我给你拿马蹄，他看到马蹄了，应该是。太后就这样子，太后的这个地位啊，杠杠的。马蹄和黄瓜，还有专程姐姐们专程给他买。